想挂脸上糖豆，学舞来课堂，广场你最强，欢迎大家来到糖豆广场舞课堂。从2021年8月起，糖豆广场舞课堂分为初、中、高三个班级，我是初级班的杨帆老师。在我们初级班当中，主要学习一些最基础的舞蹈步伐，能够让我们快速的熟悉舞步。今天呢，我们学习的主题是一个八步，接下来放下你的手机，跟我一起开始吧。学习伤心酒吧这一支舞，八步哦。先跟我一起唱息，找到音乐的节奏。4、3，迈步侧点，迈步点地，双手胸前打开，然后踏步收回。再来一次，准备向前迈步，脚尖伸长。非常好，慢动作，我们再来两次好吗？向前打开，向前打开，准备最后一次，手臂胸前交叉，打开到肩膀的高度，准备好加快，4、3、2，走，踏步，让你的身体有一点弹动。再来一次，好，这个动作我们再跳4次，让你更加熟练。可以试着把膝盖抬高一点，最后一次咯。好，下面我们学习脚跟点地的动作，两次脚跟点，然后踏步，注意勾脚尖，我们只是一边的脚哟。再来，加快，两次向上，注意伸出你的拳头，向上推，抬高你的手，很有力量的手臂，还记得第一个动作吗？迈步交叉，4、3，向上推，收回来，两个动作连到一起喽。继续保持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跟我一起有一个转身，90度转身，然后再90度转身，背对我了，还有两次，非常的棒。再来一次，怎么样，已经学会了吧？让我们每天坚持练习，大家加油哦。